恭喜。张柏芝承认已怀孕3个月，男友是圈外人。谢霆锋竟酸言酸语。张柏芝和谢霆锋强人已离婚多年，在那之后张柏芝带着2个儿子生存，而谢霆锋也和自己的老情人王菲复合了。张柏芝承认已怀孕3个月，男友是圈外人，谢霆锋说话了，因为要更好地照顾2个孩子，张柏芝也没有选择再婚，也一直没有传出恋情。然而在今年，张柏芝直接在网上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，自己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并称小宝宝很可爱，是个小公主，男友也是圈外人。张柏芝承认已怀孕3个月，男友是圈外人，谢霆锋说话了。而在媒体询问谢霆锋对于张柏芝怀孕的事情怎么看的时候，谢霆锋直接回答，张柏芝身边一直不缺男人，这意味深长的话是想要狠狠打脸张柏芝呢。张柏芝承认已怀孕3个月，男友是圈外人，谢霆锋说话了。也有网友直接反讽谢霆锋，你身边也一直不缺女人啊，现在的两人已经离婚许久，只希望各自安好，谢霆锋和王菲就一直在一起，不要再分开，张柏芝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，生下可爱的小公主。谢霆锋，香港歌手、词曲作家及演员，兼任企业老板身份。2003年创办 Post Production Office 公司，为中国最顶尖特效制作集团，后亦投资房地产，并涉足餐饮业、娱乐业等行业。儿时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，他从14岁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，15岁到日本东京修读音乐。张柏芝，英文名 Cecilia Chiang Pak Chai， 1980年5月24日，经常被写为张柏芝。一百是百的一体字。香港着名女演员及女歌手。拥有1/4英国血统，张柏芝是左撇子。二，张柏芝出生在香港油麻地和佐敦之间的八文楼。三，其父张仁勇为上海人，其母则是中英混血儿。张柏芝是欧亚混血儿，幼年时头发自然金色。其父张仁勇，又名胡须勇，乃社团联英社之前作馆，活跃于佐敦。四五，其母 Shelley 在嫁给张仁勇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育有一女，婚后又为张仁勇生有一女两子。六，张柏芝9岁时父母离婚，张柏芝在13岁时随母亲前往澳洲墨尔本就读中学，其后就读于当地的 Camberwell Girls Grammar School。 7